13岁女泳将急求心续命。因为一次感冒，令13岁的严津患了急性心肌炎。是游泳健将的她，更加是父母眼中的乖女，完全符合严津这个名字的意思，讲多些令人开心的说话。严津出事之后，阿妈每朝七点就会搭个半钟头车由元朗去到玛丽医院，而她老豆更加请了半个月假，日日去探严津。可惜由上个月30号病发到而家，她一直留意 ICU。咁就都系靠住嗰个心室辅助器咧，真系去维持佢嘅生命。医生话靠仪器可能只系撑到一个月，所以急需移植心脏。我哋希望阿严津咧就系一个嘅，即系以佢嗰个运动员嗰个嘅精神，系一个嘅去拼搏，系一个嘅去面对一个嘅人生嗰个嘅难关。林严津，你快啲好翻啦！我哋热啲欢迎你翻嚟噶。真啊！快啲好翻学，我哋一齐翻学啊！一齐比赛。同学写咗百几张心意卡，希望佢快啲好翻。呢个系收咗，你快啲呼吸。屋企人话，如果成功换心，即使佢将来做唔到运动员，都可以实现佢开画室嘅梦想。